前阵子因为妇女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取消。那今天我们就连妇女节跟母亲节的这个活动一起来办。那这个活动之前啊，我们联络东营的所有餐厅啊，大家都太忙了，所以后来这个我们就研究，由我们公所团队来帮大家准备今天的食材。我们是不是先给我们公所团队一些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也恭喜我们今天的模范母亲那个林碧玉女士，因为她刚好有事情在台湾，所以今天由女儿跟媳妇来代理。那她的牌子我们改天在择日，等她新居落成的时候，我们再特地来送到她家去。我们再掌声鼓励给她，恭喜一下。在这边代表我们所有的团队，祝我们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。很荣幸啊，今天能够参加东影乡的母亲节，这是今年四乡舞蹈母亲节的第一场的晚宴，我很荣幸参加的第一场，为各位所有在座的母亲或没有办法参加今天晚宴的母亲，我要说声母亲节快乐，你们辛苦了。人生有很多的无奈，有人说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我的感慨就是我没有机会再跟我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，所以说醒孝要及时。各位一定要记住，要把今年的母亲节回去要说一句话，当成你今年最重要的工作，你要说妈妈我爱你。东营的交通，我们在民国112年，5400吨的新台马人马上就加入我们的行列。另外一个就今年的6月20号，我们500吨的南北之星，在1个多小时之内，30节的速度就可以到达东营，马上到达东营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预期东营的交通会翻转，这个翻转会带给东营不同凡响的一个成就。人来了，钱来了，我们品质要提升，品质是我们未来的命脉。现在有那么多的客源来，我们要把服务做好，设施做好，客源才会源源不绝。所以说，但是这个品质的提升是要靠各位的配合。所以说未来我们政府能够配合的是尽量的把基础建设做好，民间能够配合的是尽量的把品质提升。我相信东营乡在议长、乡长、乡代会的配合之下，跟各位的配合之下，一定会有非凡的成就。在母亲节的前夕，祝福各位，祝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，谢谢。
对对对对，